只难不是朱姑母，都不认得了么？哦，哦，原来是世忠侄儿，几年不见，我吧认不出来了。哦，是是是，请到里面讲话。下面歇息去吧。侄儿官拜探州太守，今日夫人路过此地，将官船停在江边，特地前来探望姑母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什么？阿侄儿，既是乘官船到此，为何不将我那侄媳妇一同带到关中，至上吉日再走？你那侄媳妇，哎，她已然亡故三年了。我那侄媳妇，她已跨祸西去了。真是，真是红颜多白面呐！阿侄儿，有道是男儿无妻心无知，你就该再续去一方。只是无忧诚心日益之人，看来算是有缘的了。姑母什么有缘呐？阿侄儿，
有所不知，本臣有一少妇，名唤谭继儿，乃学士李希言之妻。不幸李学士在3年前亡故，留下谭继儿一人，少年寡居，甚是苦恋。本臣有一杨衙内，乃太尉杨坚的儿子，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也曾托人向谭继儿求亲。谭继儿威逼狂徒，搬到我这馆中居住。此人聪明机智，才貌双全。你若得他为妻，真是缘分不浅。你二人一个未曾娶妻，一个我不曾再嫁，岂不是有缘么？听姑母之言，这一女子她倒是天仙化人呐、可称天仙化人。阿侄儿，如今他正在后面替我抄写经卷，你呀且到那厢躲避一时，待我将他擒了出来、你一看嘛就明白了。果若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作媒，侄儿若与淑女为配，终身不忘大。稍事我先用言语试探于他，他若应允，我吧怎么样、我就咳嗽一声，你便出来与他相见，这亲事嘛就算成了啊。侄儿哪怕恭候佳音。侄儿转来，姑母何事啊？我若是不咳嗽，你千万不要出来哟。侄儿今既就无事。学士夫人不要谢了，请吃来吧。师父方才夫人到此、乃是进香的使之，此刻已然走去，此时无人，请吃来。Oh.
岂不是太无礼了我？啊，我乃苦命之人，一年来蒙师父怜悯，情同骨肉，便唤我的名字，才像是一家人呐。好过一家人，如此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了。这便才是。请坐。师父请坐。有劳你每日替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的不安哦。哎呀，师父啊！
求皇帝司马相如。虽不比那李学士，倒是一表人才，况且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呀。初下坐地斋饭，怕是烧坏了。你二人再次稍坐，我取取酒来。啊，师父，师父。就烦你替我陪伴我的侄儿，我取取酒来哟。啊，师父，师父。
Yeah!
蒙夫人宽恕，小生感激不尽，想这婚姻大事岂肯勉强，既然夫人不允，小生我失陪了。且慢，我见君家至诚有礼，愿口战一救赠君，以不负今日之风。夫人不见责于我，反而赠以家具，小生自当领教。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夫冉冉到天涯，君能识破风细句，去赴当归买酒浆。愿把春情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，君能识破风细曲，去赴当归买酒浆。哎呀妙啊，好一首绝妙的藏头诗，恨头四字乃是愿随君去。夫人此话当真么？是真便真，是假便假。夫人如此多情，小生愿火试一生。愿问当路转于艳日花，不负情心走天涯，抚却今朝花笛哟，轻许怜我赏舞不行吗？我再明示。啊，你又来了。啊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。何事情况？是采我的徒儿在馆前提水，远远望见杨衙内带领许多家丁备有轿马，直奔小馆而来。咋子啊？定有追踪之策，等他到来，我与他一死相拼。夫人呐、想那杨衙内一仗他父势力无我不作，夫家家丁也仗势欺人，他此番到此定为夫人而来，若是与他相见，岂不是杨日户口，还是躲避躲避才好。不不夫人呐、是才听二位演讲，我已喝一把酒，夫人在此难免要善火断，既然夫人云下亲事，小生的官船现在江边，就请夫人与小生一同单招夫人，两那则也无惧那丫鬟。此计甚好，一下日火，一下雨火。啊
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姑母恩情应当好报。自驾古日何止此言，你二人带领侍从速从后门而驰，直奔江边登舟去吧。遵命，朕那是。夫人登舟莫迟延，休叫那子坐官船。狂徒来到清安观，清舟一过万重山，姑母保庇。外面是哪个叫门？杨衙内来了。杨衙内是哪一个？杨衙内他都不知道，告诉他，听我告诉你说，就是当朝太医杨戬的公子杨衙内。快开门。哦，好，待我与你开门。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？打进去。不知衙内驾到，有失原因，当面是罪。罢了。衙内，您请坐。啊，衙内，想这清安观乃清净之地，衙内带领许多家丁到此何事？我迎亲来了。哎呀，取笑了。谁跟你取笑？谁跟你取笑啊？我有个先定未娶之妾，名叫谭继儿，听说住在你这观中，所以我抬亲来了。哦，我倒是谁，原来是谭继儿啊。我自知谭继儿乃学士李希言之妻，我怎么不曾听说是衙内的妾小女？你呀，你甭废话，赶紧把他叫出来迎接大爷我。赶紧把他叫出来迎接我们衙内，要不然的话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哈哈，像那谭继儿有他自己的支持。废话，他又不曾持家，你哪儿那么多说的，怎能在我的观中啊。衙内，我去问问他。老道姑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？我明明瞧见谭继儿在这儿替你抄写经卷，你怎么说他不在呢？把他藏在哪儿了？我不说。说说说说，少跟他废话，给我搜。是，搜好。衙内，没有，没有。
您呢还是问他。嘿嘿，哈哈，老道姑，你把谭继儿倒是藏在哪儿了？告诉我，大爷有赏。你要是隐藏不现呐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怎么，你们一定要找那谭继儿啊？可惜来迟了。怎么来迟了？他呀，走了。走了？他上哪儿了？随他丈夫上任去了吗？他是个寡妇，哪儿来的丈夫啊？你听哪，说吧你。汴梁博士中扩唱贤才能，新任探州府奉诏吃地金。二人情义重，相见日重逢，良缘是天定，关州花枝红。你呀，撕了这条心吧。哈哈，好你个大胆的白世忠啊，我惦记谭继儿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，尚未到手，怎么着？你来了就把他抢走了吗？这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呀！张千李万有，吩咐人以驾舟追赶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回来。衙内，想着白世忠乃是朝廷的命官，小人们就是追上了也不敢下手啊。是啊，您还是想个别的主意吧。是啊。什么朝廷的命官？官高自有官在上，要是不给他点厉害看看，他也不知道我杨衙内是怎么个人物。哎，明日进京面见我父，就说那白世忠四处扬言要除奸臣杨戬，我父闻之是必然大怒，到那个时候。白世忠啊，白世忠，管教你这潭州太守是命丧我手。好主意。回府。回府。老道姑，听我告诉你说，等我整治完了白世忠那小子，把谭继儿弄到手，再跟你算账。你呀，你接着我的梦。等着吧你。哎呀，不好，实指望用我侄儿的官职将他吓走，断绝他寻找谭继儿之念，不料他要进京面见他父，倘若搬弄是非，我那侄儿岂不是要受害我？哎呀，这苍天保佑，但愿我那侄儿侄媳妇免受我人陷害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无量福。
秦王显露冤，世纪恨马迟。李彦龙奉了李老丞相之命，去往潭州伯太守那里前去下书，就此马上加鞭的。来此一事，待俺下马去。我说你这个人懂不懂规矩呀、啊？不容通禀就往里闯，这里是府衙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俺有紧急公文要面见大人。有紧急公文也得容我通禀一声啊。再者说了，我家大人昨天晚上批了一夜的公文，今天早上刚刚安歇，你得容他喘口气儿啊。我等不及了。哎，不成，等不及了，我等不住了啊。参见大人。你不是李老丞相府中的小尉李龙吗？正是。不在京城伺候丞相，来到潭州作甚？这个你且退一下。是。随我来。有何机密之事？事情在此，大人请看。待我看来。是指始终嫌弃亲策。杨坚之子杨亚内在其父面前搬弄是非，杨坚真难怒，到先期在任荒代镇墓搜刮民财，以致远山载道，杨亚内也与赤金去到潭州，只恐先期性命难保，枉死对押策。那杨衙内夜以吃惊，要缉拿大人就地正法。好奸呐子！关键杨衙内的官船直奔潭州而来，今晚定在望江亭住宿，明早定到潭州，大人早做准备才是。下面歇息去吧。是。夫人呐、啊，夫人。你我就要山里死别了。
下之归，朕叫我娘啊！
是下官此刻心烦意乱，恐引起夫人不快，故而退堂之后独坐在此。哦，近来八月中秋，理应欢乐，你为何又烦闷起来了？夫人不问也罢。嗯，莫非为失信之事莫不看见了？不过是封平安家事，夫人不要挂怀。嗯，是什么平安家事？分明你家另有妻室，去信气写信前来万岁，你倒是也不是。哎呀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
言道：“那则的官船离此处不远，今晚就在望江亭停泊，明晨就到潭州。难道是你我夫妻就这样坐以待毙不完？”就要分别，还有什么好啊？相公啊！相公不必多言，为臣只是色有为心。有何妙计呀？待我今晚扮作渔夫模样，去到望江亭探探此子的动静，若遇机会，定叫此子同来一趟，速收备情。哎呀，拖呀不拖，怎么那子诡计多端，你若去到哪里被他识破，翻落在他的手中，岂不是羊日虎口，还是另想良策才好啊？事到日今，那有许多良策，速备小轿一程，将我送至望江亭外下轿，再备小船一只，藏在芦苇之中，三更时分，七丈为号，将我接回。我事事放心不下呀。你但放宽心，我会谨记行事。我去敬意，你呀，快去吩咐他们。Thank you.
已是潭州地界，前面不远就是望江亭了。吩咐将船拢岸呐、啊！将船拢岸呐、啊！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我就是新任的潭州太守，你们要称呼我大人呢、啊、是怎么还是衙内衙内的叫起没完了？我们叫衙内叫顺了嘴儿了，对了，不好改口。是啊，混账，好改也得改，不好改也得改，往后再这么衙内衙内的，每人重责四十。是衙大人。什么？衙大人？我还得嘴大人呢。是嘴大人。那混账！大人大人，您别生气。哎，来来来，您这边坐会儿。哎，您别生气。大人，我给您倒杯酒，您先消消气儿，您喝着。大人，刚才您还乐着，这么会儿的功夫您怎么又发起愁来了？今天是中秋佳节，要是有几个美貌的女子陪着我，那够多好啊。老爷多咱一个人喝过这闷酒啊。
大人，您瞧，天都这么晚了，又是江边上，上哪儿给您找美貌的女子啊？您呢，还是饮酒赏月观江景吧。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大人请。张谦，大人，老爷在此饮酒，你看看江上这些渔船，让他们走开。哎，我去轰，我去轰，哎，我去轰。哎，江上的渔船听着，我们大人在此饮酒赏月，你们把船都拨到下游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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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嘿，说你呢，你瞧他干什么？走，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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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人，都轰跑了。您呢，还是饮酒吧。张谦呢？大人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什么了？哪儿来的女子的声音呢？听见了。去瞧瞧去。哎，我瞧瞧去，我瞧瞧去。卖鱼啊！大人，是个卖鱼的女子。怎么着？是个卖鱼的女子啊？嘿。你说呀，他真有送上门来的鲜花啊？谁说不是的呢？去，把他叫上来。哎，我去叫，哎，我去叫，我去叫。呀，好个漂亮的于大劲儿啊！你不知道我们大人在此饮酒赏月吗？喊什么呢？
请问管家，上面坐的是杨衙内杨大人吗？啊，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有官船在这哈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呀哈，你呀，还是真有造化。我们大人叫你呢，小心去见。是啦，跟着我来。叫他抬起头来。哎，抬起头来，大人瞧瞧。哎，哎呦，你慢点儿。起来，叫他起来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是。嗯，我瞧你怎么怪眼熟的，你是？我是张二嫂啊，张二顺是我们当家的。大人您常买我们的鱼，您忘了吧？张二嫂。想想，不错，有个张二嫂。哎，你怎么来到这潭州的地界了呢？我们打鱼的人四海漂流，各处为家，故而到不来的。嗯，说的倒是有理。哎，有理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跑到这儿卖鱼来了？我们今儿个打了一条金色鲤鱼，听说大人来到望江亭，特地给您送来下酒啊。嘿，我正发愁没有下酒的酒菜，你就送来一条鱼了，这真是锦上添花啊。张先，有，把这尾鱼拿到船上，让他们坐好喽。老爷，我好下酒。是。慢着慢着，还是我替大人去做吧。哎，船上有上等的厨师，让他们做就得了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别弄脏了大姐这双玉手。干什么呢？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张二嫂，大人，你愿意陪着我饮酒？就是看着月亮喝酒。哦，那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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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李万，哎，给张二嫂看座。是。慢着慢着，大人在这儿哪有我的座位呀？坐下好说话呢。那谢谢您了。甭谢了，坐下吧。大人，你这尾鱼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刚才
是送给您的，不要钱。怎么着？送给我的？是啊。不要钱？不要钱。嘿，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一位多情的人儿啊。哎，张二嫂，这儿有酒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满杯酒。大人，还是我给您斟酒吧。你给我斟酒？是啊。好，我喝，我喝。干！大人，你远道而来，多受风霜，这杯酒给您洗尘。怎么着？给我洗尘？是啊。好，好，我喝，我喝。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。是。哎，张二嫂，大人，这儿有酒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上，咱们俩人喝一杯吧。大人，我可不会喝酒啊。来吧，来吧，就喝一杯。哎，来来来来来。那好吧。你们了，去去去去去。哎，大人，您有亡命在身，这酒您可得少喝点儿啊。这酒还能把亡命给冲跑了吗？是去去去去去去。是。大人，快来喝酒吧。来喽。来来来，张二嫂，咱们喝啊，咱们喝。看什么呢？哎呦，来来来，张二嫂，来喝喝。相逢知己呀。哟，大人，您真是出口成章啊。你夸奖了。大人，这么喝酒多没意思呀，这儿有笔，您做首诗得了。啊，作诗？是啊，我给您研墨，您就做一首吧。好，你研墨，我作诗。我作诗，作诗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喝酒还作诗？作诗，怎么我拿什么为题呢？大人，拿月亮为题行不行啊？拿月亮为题呀？是啊。行啊，行啊。拿月亮为题，拿月亮为题，那我可怎么提呀？我提什么呢？哎，在勾栏院的时候，那些姐们唱的小曲儿，我还记着呢。对，就写这几句。大人，快作诗来吧。来了。才，您夸奖了，这真是花好月圆。快作诗吧。好，我作诗。
夸奖了，你夸奖了。楼台，楼台，杨二嫂，大人，你再瞧这一句，楼高又怕摔下来。哟，这句可更好了，更好了。哎呀，连我自己都瞧出好来了。哎呀，该第三一句了。这第三一句我可怎么写呢？那我写什么呢？哎，张二嫂，大人，你瞧。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。哟，这句可真不错嘛。哦，真不错呀。是啊，更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汗都憋出来了。大人，您的诗做得这么好，我再敬您三大杯。怎么着，再敬我三大杯？是啊。好，我喝。哎，我喝。大人，你过奖了。干！大人，您的诗做得这么好，把它送给我成不成啊？怎么着，这首诗送给你？是啊。行，拿去吧。哦，那谢谢你了。不，甭谢，拿去吧。怎么嫁给一个卖鱼的？你要是愿意呀，我收你做三。哦，你还要买三斤鱼吗？我买那么些鱼干什么呀？收你做三房夫人。大人，我有丈夫啊。那我怕什么？老爷，我有钱，有势力，明儿啊，多给他点银子钱，不就行了吗？那成吗？不要紧，我再给你写个字据。哦，写个字据。那字据。哦，那您就快点写吧。好，我给你写，我给你。写，我给你写，我给你写。大人，行了，拿去吧。那谢谢您了。甭谢，拿去吧。明儿个，他一瞧见这字据，就。乖乖的，把你给我。嗯，那是一定的啦。张二嫂，大人，你瞧，哦，花好月圆，你就别走了。啊，住在这船上吧。那可不成。来吧，大人，来吧。大人啊，
二手，再收你做三房夫人，这是多么大的乐子！怎么着，你要杀那白太守吗？对了，我要杀他。听人家说他可厉害着呢。厉害，厉害，我也要杀他。那你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瞧见没有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圣旨。哦，这就是圣旨啊。你没瞧见过吗？我呀，不单有圣旨，还有宝剑呢。哦，还有宝剑呢。我拿你瞧瞧，我拿你瞧瞧，瞧见没有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尚方宝剑。哦，这就是尚方宝剑呐。先斩后奏。哟，可真快呀！感情，拉上就是一大口子。那您就快收起来吧。大人，您这圣旨宝剑都是打哪儿来的呀？哪儿来的？那你就甭管了，反正啊，我杀了樊世忠那小子，让我爸爸给他定个罪名，这就叫先斩后奏。
酒吗？还喝？哎呀，喝！我再敬您三大杯。还喝三大杯？三杯人儿，谢谢谢谢。嫂呢？走了，走了啊！哎，搀我起来，搀我起来！哎，慢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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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时候了？天都亮了啊！怎么早不言语呀？去晚了就糟了。是，搀着我，搀着我。搀着您，哎，慢着点啊！哎，宝剑呢？啊？宝剑，哎呦，对了，哎，我去拿宝剑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杨衙内动金瑞伯，那杨衙内带领许多校尉直奔扶摇而来，直奔扶摇而来。正是，扶儿上来。是。哎呀，将扶衙团团围住啊！啊！传坛州太守白世忠来见，白世忠来见，卑职在，给他绑了，且慢，卑职身犯何罪？你贪恋酒色，不理民情，荒怠政务，勒索民财，已是怨声载道。圣上命本官将你缉获正法，有何为凭？圣旨，卑
只要恭亲赏玉，跪听宣读，酒鬼多事。月儿弯弯找楼台，圣旨呢？圣旨啊啊啊！白世忠，圣旨现在船舱里面，取之不及，我有尚方宝剑，你抬头观看。乃是一把小小的钢刀。啊，这变小刀了。宝剑，宝剑呢？住！或方狂徒，但敢假冒钦差，来呀！山堂啊，怎么着呢？怕什么？他不敢把咱们爷们怎么样。狂徒还不下跪？哼，我乃钦差大人，岂能跪你？哼，还敢假冒钦差，目无王法，特老子刀，重则四十，大。你敢？撒开！撒开！撒！一十，二十，三十，四十大板。你是何人？从实招来。我乃杨太宇的儿子杨衙内。山号何人？仆人张千李万。将他等押了下去。快去，衙内。嗯，我们可走了。嗯，你们走了，不管我了。管不了你。你为何假冒钦差，污蔑荒唐太守，从实招来，免动大刑。这来有大刑伺候。还在沿途之上胡作非为，你可知罪？我罪犯何处啊？有一渔夫告你在望江亭上强行无礼，这里有你亲笔写与张二嫂的字据，你还敢的来吗？大人，调戏民女是我的不对，可是那张二嫂盗取我的圣旨宝剑，您可得追查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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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父子狼狈为奸，当敢假造圣旨，此待上方宝剑赤金，意欲谋害朝廷命官，不懂大信，量你不招来，哟，加滚伺候。别介，别介，我招，我招，将你引火来到潭州，从实招来。大人听了，跪在了大堂前，老爷听根源，只为谈继儿，我跟你结仇冤，进京见我父，定下巧机关，造了假圣旨，我带了上房剑，要杀你白太守，我便上了船，望江亭赏月，渔夫貌似仙，酒后动邪念，我跟他定姻缘，丢了上房间，我是一切全玩完。低头叫他画公旨，请夫人吃他。画公，公招事实，有请夫人吃他。有请夫人吃他。对，谢你招人跪在堂口，夫人请啊看。哎，你不是甄二嫂吗？哼，不可信口雌黄。杨衙内呀，好色子。上了他的当了，
三进京求李老按时奏明圣上吸血冤枉。言之有理，臣是。尽消散，夫人神志在天仙。